政院文件会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于6月12日下午在国美馆水牛厅举行中华民国第14届国际版画双年展日本版画主题展开幕暨颁奖典礼。文件会副主委洪庆峰、国美馆馆长黄才郎、评审团主席钟友辉、廖修平、日本版画协会理事长钟林忠良暨本届多位获奖艺术家皆亲临会场参与开幕暨颁奖典礼。台湾版画界各位先进，20多年来这样积极的来举办这样的展览跟推广，使我们的台湾的版画在国际上已经占有一席之地。20多年来的举办呢，越来越盛大。像今年已经有69个国家1400多件的作品在这一次呢参加这样一个竞赛。可以说参加的国家非常的多，作品也非常的多，当然优良的作品也更多。国际版画双年展是文件会所举办的重要国际性展览之一，在国际版画界上享有一定的名声，累积丰富的资源。本届并结合历届参与版画双年展的日本得奖者作品，同时举办日本版画主题展，展期至12日起至8月29日止，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文件会媒体公关组台中报道。